今天才收到，就有三大箱包裹，然后我这边又买了一大堆，总数应该是超过100件，反正就是买到厌世。为什么过年前要买那么多？你就爽了。购物狂就是管他有什么理由，反正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大买的概念，爽就好啦。小朋友这次真的是买了非常非常多，这后面就只是然后一小部分。今年过年又特别久，就觉得好开心哦，然后就不小心又买了好多好多。总之呢，我买的经验非常丰富。那除非是真的我觉得很糟糕，我才会特别讲。过年呢，我会再分享我们亲子穿搭的感觉。我自己平常没有很喜欢亲子的一定要买一模一样，但是如果看到一样然后又好看的话，就会觉得还蛮开心的。今年一定有豹纹，它就是像熊宝宝的感觉。好，开箱试穿。我很喜欢这个，就是因为它其实是稍微有点短版，所以穿起来就是很容易，比例会很好，但是它又很大一件。好，然后裙子也是同一家的，想想的裙子跟我一模一样。哈哈，谢谢。好咯，这一家的还有这个黑色的大学 T， 我还蛮喜欢，因为它旁边有这个可以变化。好，如果不想要有袋子垂在旁边，仿蝴蝶结起来的感觉，这样也很可爱。把它稍微塞起来，这样比例看起来又更好了。我的嘴。阿贝在做一个。阿贝在做一个。那裙子还不错，蛮舒服的。接下来呢，是我在 H&M 买的衣服。这个 H&M 的鞋子，他最爱彩虹小马。就是要看起来简单，然后就是妈妈可以接受，她又有喜欢的。她们兄妹有一起的呢，就是这个外套，这也可以，还蛮帅的，一半。然后这也可以变，这个彩虹小马她最爱，还蛮好看的，不会太复杂的。嘿，变，全部都变粉红色，再变回来。这帽子是可以拆掉的，袖子看起来很像夹两件。OK， 好。这个裤子其实是运动裤，它侧面有那个字，他们两个兄妹都有。好，还有这个运动裤，还有这个，然后男生就是一直要换运动裤。好，好，难得也有香香的这个运动裤。裤子就是什么，今年一定要有的。H&M 难得看到就是你知道品质这么好的。跟纹路这么漂亮的，这帽子也可以拆掉。我好帅。还有这个香香的彩虹小马裤，好可爱的裙子，配上你最爱的彩虹小马。里面也是恐龙的。好了，再来就是无限香香爱的彩虹小马，现在都在玩这种，可以变出来。嘿，这边变成黄色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上面如果搭简单的衣服，这件就是会看起来还不错。H&M 的应该穿完。再来就是这全部都是淘宝的哦，他们兄妹的，等一下再换。你的先来上场。这紫色很不好找，然后淘宝很多那种大人小孩都有那种，就是可以让你选单买，然后又有套装的，我就觉得这种超方便的。你知道淘宝很多就是很划算，然后又很潮的。我觉得叉叉在这衣服上还蛮帅的，背后也是叉叉。你这一套还蛮帅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再来这个也是套装，就是包含里面 T 恤，它也是一套的。也太多套装，也太潮了吧？有没有？又是个假两件，一套的，帅吧？
它这个夹两件的地方，这边跟裤子是那种绒的。然后它这个就是那种蓝色的绒，然后有老鹰警长，金色的老鹰，裤子也有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帅的。我可以穿这个去上学吗？可以啊，耶、OK， 搭好一套的。如果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有没有背心？还算蛮厚的，都搭好了。警长到位。OK。一套的非常好。Bad, like、这件我最喜欢。这套你最喜欢吗？嗯、因为它是老鹰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徽章，很帅，是不是？它可以担当上衣，然后也可以当外套，还蛮耐看的一件粉。整个就是很爱热爱，旁边有一条，硬要弄个凸出来的潮感，有吗？我还蛮喜欢这个粉，它旁边有这个字的。防风就可以这样整个拉起来，后面也有假的。它这个就是也可以变成侧的。我觉得纸它配这样子两个还蛮特别的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件。如果我们身上有这个颜色，或者是这个颜色要跟它搭这个颜色，也会很好看。背后，就这样。好，它这个外套呢是可以把整个脸包起来的，太空金属色的感觉就还蛮好看。收到的时候觉得质感确实也还蛮好的。妹妹的还没来，我先让她穿这个。好惨啊！好，侧面是这样，它这个袖子就是在一起的，所以真的天冷的时候它也可以这样子保暖，还蛮不错的。好，它帽子戴起来的时候是这样，还没有全部哦。好了，现在要全部拉起来了哦。他笑成这样。他有气孔，他做的还蛮细致的。好了，你觉得如何？感想？笑到流眼泪。好了，再来换香香的。小可爱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买了。好了，可爱的松饼在哪里？这后面有没有一个很潮的东西？可爱吗？好了，你有时候喜欢露香肩，有没有？我会玩的。你有时候就是那边露给爸爸，那边啊有的。耶、yeah. ！两件式的。也可以分开穿，一个小少女的感觉，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设计，它这个下面不规则的设计。我把它在淘宝买的，太可爱了，这质感看起来就是跟照片是差不多的感觉，我就觉得还不错，而且就是淘宝很多东西就都不贵嘛，仿的那种感觉。但它就是质感还蛮不错的，再给它配现在适合它身上的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它这是有袋子的，所以有没有用袋子去穿其实都可以。底，还有一个这个。好，这整个穿起来就是一个小大人的感觉。毛在这边真的超可爱的啊！再穿上那个小贵妇，尺寸有给他买大一点，所以他会看起来有点松松的。松松。对，还有好时尚的毛毛须哦。你们漂亮吗 ？Baby shark， 嘟嘟嘟嘟嘟嘟 ，Baby。Hello，OK， 好。打打的。冬天的话就是可能里面就要穿衣服，不然他觉得不舒服。其实他皮肤跟我一样很敏感，只要不是到非常非常舒服，他常就会这样子。他就是两件事的，他很可爱，就是他有这个。妹妹穿这样可爱吗？对啊，可是你不要臭脸就会更可爱。后面讲。那总之这件的话就是要烫一下了。就是一个少女衣服的感觉，外套，
就直接套上去。这是叫什么羊羔吗？还是什么的？会暖。我要带去学校穿哟。是哦，好哦。我想要穿。你要穿去学校，是因为它很可爱吗？对。好哦，它觉得很可爱。它有这个小设计在，这是前短后长，现在的潮感。嗯，哪个？就是很帅气的感觉，它有灰色的毛毛在上面，所以我非常的喜欢。我以为灰色毛毛。真的，你也喜欢哦？那香香也很喜欢的话，我当然就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好舒服吗？这双觉得还不错，然后它还有这种设计，真的下雪也可以去的。兄妹一起的马丁靴的感觉吗？我觉得它稍微有点偏大，拿正常尺寸再偏小一点点的感觉吧。我觉得这个男生女生穿这个花都还蛮可爱的，有一点线跑出来，但是它其实是有点刻意这样子的设计，就是很轻松的感觉，很可爱。我只是之前在韩国买的。我们走向走完全只是因为它的设计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帽子上也有，完全因为这个然后就买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哦，帅帅。有裤子有吗？它是因为两边不同，所以我就买了，而且它有一个缺口，莫名的缺口就是一个潮感，有没有？是超舒服的。他们觉得这很舒服，你又要露肩了。露肩。好啊，那裤子穿起来在这边的感觉还蛮不错的。妈咪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妈咪，等下跟他讲。最萌身高差。红姐外套。产姐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她这造型真的很可爱。哟吼，来吧，转一圈。啊，袖子你露出来那样还蛮好看的。对。这呢？妈妈先讲，运动风嘛，就一定要啊，黑色就实用。啊，他们兄妹鞋还有这个，穿红色的。鞋子如何？你这姿势帅哟！丁丹在哪里？我没有穿，我要披着。你要披着？哦好，披着。其实这也是有点偏大，但是如果你脚比较厚实的话，就是拿正常尺寸。好了，再见。紫色、灰色的感觉很可爱。换那个剩下的三件外套，兄妹一样的这个牛仔系列的感觉，灰黑色，然后口袋有这个千鸟格纹的设计，非常舒服的毛毛。转一圈，好，这套穿起来感觉还不错，霸气。你是霸气总裁吗？豹纹外套，今年就整个就是很想要一直豹纹豹纹。好，这外套感觉也还不错，鸟抽筋。它里面是这个飞行外套，这边跟这边都有标志，小香风，领口跟里面都是这样毛毛的感觉，帅吗？帅呀。真的啊，是叫做香槟金的感觉，还不错。好，这姿势非常的好，好棒。知道有帅呆了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然后再来比较早之前收到的浮夸系列，都在同一个网站上买的。好，这一家呢，我觉得要拿正常尺寸，我拿稍微大一点，我觉得大蛮多的。这个网站衣服真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好。同时这一家的网站上我买的这些他的鞋子，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我穿个袜子套上去就很方便，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华丽运动风。这个鞋子它是可以这样子的，打开，连起来，皮外套加这个毛毛，毛毛是可以拆掉的。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精品名品的东西的话，然后价格也会比较高的，那你可以选这一家。
今天也是质感触感非常非常的好，还有金边的字。这几双那个拖鞋是一样的，所以就不用穿每个颜色，但是他很坚持他要穿紫色。舒服到不行的材质，我觉得它这个线条是真的非常的漂亮。你的这个兔兔耳朵鞋银的感觉非常的美，可爱吗？好可爱。要看到这个耳朵，把裤子卷起来看它一下。太好了，最后一件了。看他的表情，豹纹的，它那个质感真的非常的好。团体是太高了。金色豹猎纹里面，就是目前买到质感最好的。毕竟这个英国网站，它很多品牌都是名牌，它这个毛也是目前摸过最舒服的。想想整个好闪亮哦，有一种吓怕的感觉。妈妈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哇，你穿完了耶，你好棒哦，谢谢你哦。是手笔。好哦，好了，他们都换完了，我的不多啦，但是还是要换一下，你知道这就是我的爱吗？我的有没有史上最少的一次针织破坏裙，美吧。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，就是破坏感的裙，破坏感的任何的单品，拼接针织的雪纺。之前有直播的时候，就是也有穿到，冬天有这样子的，其实我就是还蛮开心的。真的是保暖型的，但这件外套呢，不能穿那种黑色会沾毛的，因为这件会掉毛。但是它其实质感是非常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会掉毛。我就是想要找白的。然后这件长的感觉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，我很喜欢它的口袋，就是从那边凸起来的感觉。这双就是颜色大家都在抢，是我新包，这家包我超推荐的，因为这家的包功能性实在是太大，过年非常的适合又喜气，而且它的质感非常好。它可以斜背、侧背，然后它有非常多变换的袋子可以让你换，就是一堆，到处也都非常多的口袋。好，很特别，但是又耐搭型的。这个袋子呢，也是他们另外有卖的，这是一个链子图案的，尤其后面看非常棒。那毛球是我自己另外加上去的啦，可以固定它这个包包，它也可以另外当腰包。这腰包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它的孔非常的多。之前其实我就已经有搭很多这个腰包的穿搭示范，我个人非常哎，这就是找一个如果你下半身要穿黑色，然后你的比例就会被拉得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修长上衣帮手。拍照的时候又在前面的时候怎么办？不要怕，看脸是不是变得非常的小啊？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毛线衣有那个纹路出来的感觉，尤其它是大纹路，我就非常喜欢。纹路大的毛衣里面，触感最迷人的一件。好。这个波浪其实也是让人下半身看起来比例会更好的一个效果在。这个裙子也太好搭了吧，这怎么搭好都还蛮好看的啊。小鹿斑比的大学 T， 精致度还蛮高的，非常的舒服。当时直播的时候大家就疯狂的问，当然就是我自己真的也是非常喜欢，我也没想到大家会怎么都喜欢。很可惜不是我卖的，不然我也会买得非常开心的感觉吧。好，这件非常有弹性，弹力女超人的概念，麂皮裙，臀形毕露的感觉，好，很舒服，折在大衣服下面的感觉也还不错。好，这一件的背花其实是一个星星，单穿这件的话，当然我就是里面内衣就会换成 new bra。这个呢，因为就是比较近期，所以就是如果想买的话，应该是还买得到，所以要买的话，就可能过年的时候就赶快去买。好了，那就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猪年行大运，祝大家吃饱喝饱睡饱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猪多粮多福气多，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账手抽筋打最爱喽，对不对？新年快乐，拜拜喽。